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身怀霍家第四代传人的郭晶晶临盆在即，预产期为8月20日。目前郭晶晶已入住养和医院最贵的豪华分娩房，更由妇科圣手梁淑德为她进行剖腹生产，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40万。记者闻讯立即赶至医院蹲守，但等候良久都全无霍家人身影，无从证实千亿男孙何时诞生。据称梁医生曾为林青霞、王菲、张柏芝等名媛接生，乃明星界御医之一。此外还有传霍家大宅已重装千尺婴儿房及扩建儿童乐园，为迎接新成员做准备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